你说他在玩泥，不是哦，你哦哦你哦，那叫蛇蛙，是一个小小的，你以为是？不是啊，你是说游泳池下面的？是泥土地的这种。对，哦哦，这一捆啊，有一捆，有一个蛇蛙。对对对，然后说蛇蛙。然后反正就是两只，然后那一起玩那个，那个还蛮有趣的。可爱。把他们身上的一张也看。现在就开始，因为在上面有长的木头可以跳。嗯。对，没有看我的，我去东线就好。他们蛮灵敏的啦，所以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修出他们有的东西了，对吧？还有味道的人，对啊，对。其实他们都知道，比我们还要灵敏。而且像他们不舒服的是金刚跟金刚同学，应该知道。他们那个有什么？他们彼此之间，可是被吓到了，我要走了，才跟冰龙说。赶快，我们都玩给他们看，太忙乱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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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贾巴黎是在便便吗？但是他手有接着哎。然后又放进去。嗯。我总觉得他刚才说话。该掏，来掏肉一下还是？Thank you.
现好吃，放在里面是吧？把它搞出来。嗯。看到。你的，但如果真是定点投食的话，只要把它们丢到野外，它们就不会想起来。嗯。所以它们都要把它放在，要它们。是哪个区？是确实。我觉得它们去野外，它们会觉得野外没什么好吃的。嗯，而且好容易给猎人打倒。